直播吧。8月20日讯，据德国体育图片报道，利物浦主帅克洛普在接受踢球者采访时谈到了德甲的竞争话题。克洛普表示，拜仁是顶级的俱乐部，但他们现在是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了。罗本、里贝里和其他一些球员无法再完成所有事情了。而谈到有可能挑战拜仁的俱乐部，克洛普说道，霍芬海姆踢得真的很棒，沙尔克也成功的拥有了属于自己风格的足球，防守非常好，同时很有针对性，他们的组织能力也是顶级的。而多特如果能利用好阵容的实力打出一个不错的赛季，那么最后就会有一些不同的事情发生。此外，扎叔还认为勒沃库森和 RB 莱比锡也有机会加入德甲顶端的竞争。